第一天上班你咋就回来了呢？回家肚子疼。那你直接回宿舍躺着呗，大老远你还跑回来干啥呀？那没法住啊。人家给免费给你提供个地方，你就不错了啊，别挑三拣四。是呢，让我炖了。啊？逗你玩呢，这出去玩了。哎，那宿舍都是男的，咋住啊？哎呀，对哈，谁家招女保安呢？要赵子龙呗。那吃饭没？没呢。你们那管饭，你不吃完饭回来呀、啊？行了，你躺着吧，给你整点吃的去。谢谢大侄子。你家人怎么都爱这么冲大辈呢？我比你大啊，别叫我大侄子。先躺着，来吃饭吧，面条热乎的。我这都你吃的啊？啊，我爸爸先垫吧的。不是你嘴咋这么急呢？我这不都给你做饭了吗？我都吃那没咋这么小气呢？不是，不是不让你吃，这没有你这么吃的，这一下全干了。我就吃。那行，你吃吧，吃吧，没人管你。咋的了？没事。行了，别撑了，赶紧去吧。Later。那个大侄子再给我下碗面吧，我感觉那碗都坨了。拉着这样还不忘吃的，你等着吧。这玩意儿坨了。哎，我问你点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就是你刚才就连姨妈带闹肚子，它是个什么感觉呢？你啥意思啊？我能有啥意思？我就单纯好奇嘛，问问。我这辈子肯定是体验不到那种感觉。烦人！咋还哭了？哎呦我去！啥味儿啊？空气有点不新鲜。